现在大多数民众都苦不堪言，甚至悲惨时也赚不到钱。不过这传出长荣海运今年年终奖金至少会有10个月起跳，丰厚的数字让民众听了又羡慕又嫉妒。羡慕嫉妒恨，10个月就50万了，我们要做多久才有？ 由于全球货轮柜的运价飙涨，长荣海运今年预估有望赚破台币2000亿元，跟去年赚到143亿元相比，整整多了近10倍，成长幅度惊人。推估员工今年年终不但可以比较去年爽领10个月，甚至可能更多。万海航运也预计员工有机会领到8到10个月的年终奖金。阳明海运也能领到7个月。除了海运业荷包满满外，公股云今年的表现也很亮眼。第一银行年终上看7个月，兆丰银行6个月，华南银行盼突破5个月，彰化银行也有 4.6个月，人力银行表示，因为疫情影响产业景气落差很大，科技制造业，相关的年终奖金的数字可能有机会是比去年明显的一个增加，餐饮业、观光业预估可能还是在一个比较低迷的一个状况。 海运业及公股营大赚，但分店及旅游业却惨兮兮。5月起禁止内用后，雪上加霜，年终预估落在0.5到1.5个月之间。人力银行表示，截至5号为止，已经有66.9%的公司确定会发年终奖金。民众的年终的期望值平均预估可以拿到1.02个月，比去年的0.94增加0.08个月。不过仍然创下6年来的第二低。年终有人领饱饱，有人却口袋空空，只能盼疫情赶快过去，恢复以往的水平。记者朱天庸、吕怡杰台北报道。